然后给人家吃酒。我觉得都在等电梯，而且那个小姐明明我们先帮就先帮后面那个花上桌，然后有点是非。就是你跟我讲什么好意思，我们已经通过了。可以计费吗？这个我不用马上去，我可以打完。12点以后再去。Thank you.
开心，因为它重心比较稳。不是啊，因为打球重心就不稳，所以被摇醒也是应该的。又拉到重点了，不是，是地震。Yeah.